里的话是属于那个八家将，八家将里面包含了四大将跟四季神。所谓的四季神的话，有春夏秋冬，然后四大将里面包含的那个，里面有包含的那个七爷跟八爷。啊，我是觉得说，我是那时候做的时候是以人物的脸啊，那如果没有彩绘的话，每个人的脸的那个表情是不大一样，每个人的脸部的造型不一样。